因为一般人聊天室你们应该会有那些比较好的女性友人，就是会经常跟你们私聊的，有没有？你们应该都有吧？就是会有那一些女的，就是会有女的，然后经常跟你赖的。可是我一个都没有哎、欸，你们知道吗？我是一个都没有哎、欸。我跟我比较私聊的就只有一个男的、欸、就只有一个男的跟蹦米同时期认识的、欸。然后他好像也有点怪怪的。我们两个对话三句不离句刚交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奇怪了。小云，我跟他一个礼拜聊一个礼拜讲一句话吧，差不多那个赖，真的、哦、真的没有那个哦。跳钱维克托啊，我等一下有钱就买。那个好像很怪怪啦、啊，他现在进去当兵啦、啊，当兵十二天，我看进去都三门齐开啦，很可怕。我们都说他是进去做爱的、啊，然后他也不否认，真的很刺激啊。他好像是补充兵啊，不过我看十二天出来他也差不多啦。很可怕，怕进去里面用那个灵兵的肉棒剔牙，哇、哦，很刺激的、哦。里面十二天，哇，真的刺激。哦、我就真的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那个友人，好不好？也不是女性友人，就是比较好的，有那种可以进一步关系的女生，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好不好？我身边最像女生的人就走叔叔帮了，真的，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真的。我跟你讲，我这可能再过一段时间，那个叔叔帮就完蛋了。真的，我总有一天真的忍不下去，我就把书帮吃了，太可怕了，真的是忍太久了。这身边真的没有，为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我呢？奇怪了，怎样？我这张脸是长很帅是不是？也没有啊，对不对？长这个干脸，为什么每个都觉得我干到飞起来？不是、啊、汤米亚，不是国栋台那个假假吗？我上一次还在那个龟狗台看到那个聊天室一堆人在调戏你，不是吗？看，真的很可怕、欸。那聊天室，你知道那聊天室问他最过分的事情是什么吗？哦、汤米亚，你们假假在刚叫的时候，要是不小心拉出屎来，会很尴尬，还是屎味会让你们助兴？你知道他妈的到底在攻他小？我记得有一天清晨，龟狗在玩那个 C A L 有什么东西那个游戏，然后汤米亚叫刘恩斯跟大家聊天，刘恩斯狂问他这些问题耶，哎，哦，你们在那个的时候不小心落晒出来会怎么样处理？干他妈的，这些人都有病是不是？然后那个刘恩斯超好笑的，他们一边讨论假假的事，然后一边讨论 A 片，另外一边在讨论说他喜欢什么样子的人妻，然后另外一边在讨论说假假平常是怎么做爱。干，为什么可以同时讨论假假跟 A 片这两种东西啊？太厉害了吧！看，完全是聊天是完全是分离的，你知道吗？两边都可以谈假片，没有啊？他们讨论的是一般的片吧？好像那个时候在讨论什么无毛人妻之类的吧？你可以讨论假片啊。有啊，我都会跟叔叔帮讲，会推荐他一些不错的网站。我也有问叔叔帮啊，我问叔叔帮说，你如果你在那个的时候不小心落晒，你会怎么样？叔叔帮说他都会清得很干净，干太可怕了，太可怕！他居然认真的回答我，我以为他还跟我说不要跟我聊这个之类的，就他居然认真的回答我说我会清得很干净，太刺激了。谢谢超负荷，让我知道龟狗台的人都边老赛边刚交，每个人都是假假。怎么这样？我很尊重假假的、啊，我只能这样说啦。其实就是那个公投，麻烦大家那个投下。虽然说我觉得叔叔帮很可怕，但我还是希望他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好不好？真的是。虽然说我真的觉得叔叔帮这个人，你知道，很想用屁眼吞掉了老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幸福。他只要不是跟我就好了，他幸福，我希望他幸福，不要跟我就好。没有啦，其实我觉得那个正反双方现在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所以你可以支持，你也可以反对，你当然可以反对啊，但你不要说谎来骗人嘛。对不对？我每次看到那个傅家盟他们讲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是就是你有你自己的立场当然没有问题啊，但你不要说谎骗人啊！为什么那个专法通过之后，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路上那个什么就可以跟摩天人结婚什么东西的？干他妈的，这些人哎，不要说谎好不好、啊？就不是那个问题哦。你们当然要有自己的诉求可以，但你不要说谎骗人啊，对不对？真的是哎，难道那个专法通过以后，他妈以后人家我走在路上看到人直接跟电线杆干起来是不是？他妈的派大星哦，哇！我以后走在路上，法一通过，走在路上，妈一开门，一个人一堆人直接在那边插电线杆，然后狗在那边抱着女的狂插之类的，这样子的吗？这么刺激的、哦，他妈的嘞，哪有这种事情啊？啊，稍微读过点书都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哦。
真的是就啊，跟你讲，要达到诉求目的没关系啦，要达到诉求的目的，当然没有关系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想法，但你不要用说谎的方式嘛，干，还是其实对你们的神而言，说谎就是用肛门做爱比说谎严重多这样子，啊不是啊，也不是你用肛门啊，是别人啊，干你屁事啊，对不对？真的、欸，哎，这个是说谎，真的是很要不得。法都怪怪，我讲我之前在万方高中有没有也是读万方高中的，我公民老师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看起来应该有一点年纪，但是保养的不错，好不好？那个他有一次就找那个刚讲过了同运团体来我们学校跟我们讲话，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结束之后他被干到飞起来啊，那个公民老师被一堆家长投诉啊，他说找同性恋来学校，那个让小孩子就变同性恋，他妈的最好是有这种事情啊，你小孩都高中啦，真的是哎，你小孩子都高中了，好不好？哎，能看的东西都看了，你知道吗？网络上能找的都找了。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就跟我国中的时候一样，我记得我第一部的时候是看那个波多野结衣跟那个有一个水电工啊，然后就是他开车，然后结衣说：“哎，你最近修车有没有修得很累？来我家喝杯茶。”然后他就喝杯茶之后就，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惊为天人啊，你知道吗？看到哇 ，this fucking great， you know， 真的是哇，这个就是我要的，你知道吗？哇，干，跟你讲啊，你小孩都高中了，他喜欢那个东西，找网络上早就看过了，你还想要改啊，对不对？你还想要那个什么东西啊？又不是说什么，我现在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子，就说，哎，其实你可以喜欢男生哦，哎呦，太棒了，我明天忙去肛门来爽一下，知道？哪有这种事情？哪有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树邦只要被我干到，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妈，这个到底是怎样啊？同性恋可以，但为什么游行要穿那个鸡巴样？白痴，我万方仔要就要干英文老师，公民杀小咖，妈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班导是英文老师啊，他说穿的超级露的。你说游行为什么要穿那样子？我觉得那是一个形态的展现的，而且毕竟说游行只有那个，哎、啊，应该这样子讲啦，就是。你觉得游行不对，但他主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觉得游行那个样子不太好？不是啊，又不是说那个法通过之后，以后你走在路上，大家都会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就只有那一天而已啊。假设说那个法通过之后，以后每一天都有人老二套个袜子出来路上走，他妈的，我一定先检举啊，对不对？又不是说那个专法通过之后，以后每一天走在路上就一堆人，然后老二套个袜子出来走路，不会这样子，好不好？对不对？这样子我一定不会那个、啊。日如雷电，声如狼嚎，我人惊觉。不会啦，干之便上前理之，想阿人乐，后人称废物电狼。我想上阿乐，不会，还想他妈踢呀、啊？是不是一堆处男以为异性恋不能当交？真的、欸。干，其实我也想试试看，你知道吗？是，其实我是仔细想，有一个人就说什么，有一个广告啊，他说他小孩在今天在学校教，说老师说不一定要跟那个男生，不要跟女生结婚，所以我以后长大也要跟男生结婚。不是有这种事情吗？不是，这一些人又不是说我今天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上课国小国中，然后老师突然跟我说其实不一定哦，然后我就会突然喜欢上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干，不是啊，你们这些家长是小时候他妈的在上那个体育课的时候看到男生会勃起是不是啊？那到底是怎样？就有这种事情吗？不是啊，谢谢，应该是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看到男生都是没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看到男生我都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直观啊，就是你跟如果你今天真的看到那个男生比较兴奋的话，你就代表你可能这一方面你比较喜欢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看到男生比较兴奋，那代表这一方面比较喜欢嘛，对不对？但我就是你知道，从小到大那个看六年级的时候，那个发育比较好、奶比较大的女生，你就会你知道过去弄她一下之类的，不是说这个样子的吗？对不对？嗨，小老弟，我鸟屎啦，顺便教你一招猛的，拿烟烫肛门会高潮喷水。我每次拿烟烫六看小熊，两个都喷水，烧饼一直。但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好不好？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已经开始想象那个鸟屎烫六碳的画面了。因为以前XG不是那个职业队的代称吧，所以才被禁言吧？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我前一天那个秘书帮打那个钢胶好像也是被禁言，奇怪了，钢胶是哪里不可以啊？我劝你是不要他妈歧视哦，橘色，奇怪了。我记得我之前前一天秘书帮说来钢胶，然后也是被禁言，没关系，他都要这样子搞。这个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这个我才没给，还没给你们在实况上看过、啊，我传给你们看了、啊。这个东西真的有点可怕、啊，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在实况上看哦、啊。但就看一下，那个拿棉花棒抹圈骚扰仓鼠肉之迷之微笑，妈妈当心中一股。他传给我这个链接哦，然后我就点开来看啊。你看这是一只仓鼠，你看那个影片吧，有没有看到？啊，就这样子。你有看到这个老鼠，真的是啊！你支持整形吗？我都花24万了，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你可以尝试阿花钱把阴茎变大，知小 B 姐或小云就没有理由拒绝你了。哎、欸欸，没有啊，那就只是一个那个而已。老鼠，你知道吗？老鼠还好吧？那个还好吧？可爱动物哎、欸，那个可爱动物哎、欸，还好吧？有很严重吗？这假的退去不行吧？退去你也是老鼠啊，本是同根生哦，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对不对？你偶尔也会想要爽一下了吧？退去，真的，大家都是老鼠哎、欸，都会有这种你知道需求的哦。